较贴心，对哦，心性自然也不错。我吃咸杯大米呀，你是谁哦？就是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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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用手去打的啦。哦，小峰老师来了。小峰老师整个人都在发光哎，很稳重，很迷人，而且他真的很帅。其实我是他们请来的琴师，太久了太久了，好久没有碰琴键。在小峰老师面前不敢说自己会弹钢琴啊。我这次饰演的角色是傅子森，最好玩的话就是导演说啊，我们有一个会让你展现身体的一个片段，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好，那我又开始健身，结果导演后来就说这个部分暂时取消。我好想看你弹吉他的那个是什么，导演一直说多棒多可爱多帅气。这是我做的月饼，它叫做玩月。我蛮想尝试看看玩月的，因为玩月是嘉儿突发异想创造出来的一款作品，它加了很多秋刀鱼啊、甜不辣，我觉得是嘉儿玩心很重的一款作品。还在这个心思里面，因为意义这件事情是刚想。一开始在读本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我跟导演的频率很接近。很奇妙的是，我们很快的就很信任彼此。志豪从你手上直接拿一颗，好，看过去你就哎，就过去了。看真味香的甜点，谢谢。好的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导演真的非常信任我们，很感谢他愿意给出这么多的空间，让我们去尝试去创造。所以我就要一直摸，没有我就一直在那边。导演走了，导演走了。第一次碰到导演，讲戏讲不下去了。